书房内终日里苦读满座，出门来一路心报到凉河。刘景芳71岁，丧偶，退休金2500元，居住地长春市，住房面积65平米。50岁退休的他，闲下来没事儿，在社区评剧团学评剧。这一学呀，他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一行。用刘大姐自己的话说，他就是个实实在在的戏迷。五场的打着梆子上来说，那就这个精神就不这样了。如果是说呢，五场一打锣鼓、铙钹上来，那精神头就不是这样了，那精神头就是，哎呀家伙，这那精神头就，哎呀那个美呀。哎呀，那个小生那个美就出来了。等演上戏了，我就不是女的了，我是男的。我时刻我就得考虑，你吧就是啥呢？是我的表姐，哎，我是你的表弟，表姐。这秀子叫啥的？要不然你说，表姐。你这个镜头一对着我比对舞台都紧张，我舞台我都不成问题，这个镜头一对我就不行了。有一次我感冒了，我去搁家待着也难受，怎么的也是难受，干脆去吧。那就说小芳，我网名叫小芳，你唱一个吧。我说不行，感冒了唱不了。哎呀，你唱一个吧，一唱就好了。我说那试试能不能唱得了啊。我把乐谱那个啥那铺上，忽然乐队人家乐队哇一下子前奏就起来了，我精神头马上就起来了，啊就唱，哎呀还、哎、没事啊。等到唱了2-3个以后感冒好了，都晚上回家没事了，吃啥药啊，早都好了。是我那个是你啊？啊对呀、啊、那就是我、啊、这个是演那个刘海戏金蝉，是黄梅戏，完了那个剧照就是随便的演完了以后了。完了那个他们说的就用手机照，说的那啥给你照相吧。我就这么的，就没有什么思想准备，哎就这样事儿。这个是演公主，这个演的是公主。哎这个公主，你这戏服挺好看的，多少钱呢这戏服？249，还不算贵，还行啊。那你买一共就是像这些穿的这些戏服啥的、哎呀，从开始唱现在8-9年了、嗯、得花1000多了。如果是平常，如果是吃饭呢或者出去演出，我们都是一演、嗯、那个钱没数。如果说喜爱这个东西，无论多少钱不在乎。我在家我就吃点白子土豆，但是说的演戏这个不含糊，买花多少钱买戏装不在乎，就喜欢嘛，那不是吗？你看我里头什么衣服都没有，你说没了，没了，就这几件衣服啊？对，没了。我看看啥衣服没有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就是长春就挂着的，就这6件衣服。嗯，还没有戏服多呢。嗯，这只是昨天新买的，90块钱。90块钱？那90块钱，这是为了往咱们这次就是我能上电视台，完了我新买一次吧。要不就穿这些衣服太旧了，这个都时间都挺长的了，16、17年了吧。这衣服是谁给买的呀？儿子买的，我能舍得吗？这个花1000块钱呢，那时候1000不得了，舍不得。但是买了吧，我儿子直接把上面的分绞下去让我穿上了。完了我说反悔了，我说不行去退去，他说那已经来不及了，你绞下去了。就这个算是贵的了啊。这个是290块钱，这个是贵的了啊，这是我自己买的，这是最贵的了啊，这个是太奢侈了啊，这个花了不到300块钱已经很贵了。戏服还200多呢？那个不在乎，那个多钱都行，我们平常吧就习惯了，不是说呢你看你咋总是啥整那个样子干啥，习惯了往哪一站吧都是这样事儿。平时我也是这样，我没有说就是说站着是这事儿，腿这事儿，这样没，总是这样，总是就习惯了，到哪儿都是，哪怕就做核酸排队也是这个姿势，上医院看病也这样，反正到哪儿都是这样，就这么的做核酸，走到跟前儿了，快到我的了，就这样，往哪儿一坐也是，习惯了，总是那样。
那没有人夸你气质特别好吗？有些人有人都说，哎，这怎么年轻呢？你都吃什么了？你擦什么了？我说我擦那算8块钱的护肤品，我吃什么了？土豆、白菜、大酱，那个生菜蘸酱、葱，如果啥吃没有了，酱油，泡点酱油，面条。爱吃、爱穿、爱打扮、爱美，那你说你这些你都不你不你喜欢，绝对喜欢。但是你经济条件，我一月才2700块钱，老宝。我自己吧，除了生活费1000多，剩那个我得留点儿。其实你说要穿的话，那你说阿姨这身材这个头，就是啊，对不对？胖吧，瘦吗？既不胖又不瘦吧？非常匀称。我衣服吧，能简单就简单，不穿。我就一个儿子，我不能给儿子添麻烦。我自己能做到的事情，我不给儿子添麻烦。有时候我有病了，我搁医院的时候，儿子问我上哪儿去了，我都上说上同志家去。不告诉他，尽量的不让儿子那个就跟着操心。我跟我爱人吧，就是感情特别好。最后吧，他就跟我这么说的，他说呢，那个小刘吧，你那个别找，你把咱们孩子抚养大，你能不能做到？我说能，我指定不找。那时候孩子13，他要走以前，我抱着他哭，他抱着我哭。他说的，我再跟你过50年，我没过够。我说我也没过够，等那个没啥事了，回到家里了，剩下自己落单了，那时候可就不行了。我说我就是站在这个窗户上，就看天上的蓝天白云，看地下那个见那个水花下雨，一看看1-2个小时，因为没人跟我说话。天上飘过的白云，雨水在地上溅起的水花，刘大姐呆呆的一看就是2个小时。大姐说，这是她用来打发时间的消遣，也是她和去世丈夫之间唯一的纽带。在这看天上的白云，我就想，可能她在云彩里边，她在俯视着看着我，所以我就看她。再就愿意看下雨，下雨就地下溅那个水花，我再看。虽然那个水花就是她的眼泪。所以约好我来生我还去找他，我想让他在那边等着我。我也现在醒了，他的儿子我也给这抚养大了，也成家立业了，孙子孙女都有了。我真的想去找他，我把天上的白云都看遍了，也没看见。心灵上的寂寞他可以默默承受，可身体上的伤害他无法避免。3-4年前吧，出一次车祸，这个腿吧就是233，坐233，那是冬天的，我站着我把的挺好的，那车猛地一刹车，把我就压到底下去了。我上边那站着的人把我压底下，这个腿吧就插到那个座儿底下，就是这块吧叫半月板撕裂，滑膜冲水，完了就这个脖子盖可大了，肿了。我6个月才下地，是等回来说我上不了楼了，上不了楼我怎么办呢？我就是爬，这么爬，不爬不行啊。这么爬楼？这么爬，我给屋里做饭都是这么爬，做饭我就这么爬。上厕所就难了，不像说那男的哈，人家上厕所方便，咱们上厕所咋整？整个破水舀子，自己给自己接尿，完了旁边搁个破盆倒里头，倒满了，再往那卫生间里倒。为啥不跟儿子说，让儿子？我儿子在那个合龙开一个门厂，厂子特别忙，跟他说完了以后是来了个买了200多块钱东西，那很快就吃没了，6个月呢。吃没了我就不能再说了，不能吱声了。请问邻居吧，我说你再给我买块豆腐，也买一块，下次你还能求了不能了。那你吃啥呀？就每天就这么对付啊，不有酱吗？还有酱油，下挂面条，我这么爬到那个厨房，把这壁橱起来，完了把火打着，下点挂面条，倒点酱油。孩子不问你吃啥吗？天天那男孩子粗心呢。第一个，不能玩麻将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
那朋友之间在一起玩，哎，那个行，那个行，哎，那个行，就是，过年过节的了，给一块玩哈，那个小来小去的。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嗜赌成性，那可不行。第二个呢，作风得正派。你既然是找老伴儿，就找着我了，你以前的事我不管，从找我了以后，必须就规规矩矩的。老老实实的好好的过日子，剩下其余吧，好比说呢，你那个抽点烟呐、啊，喝点酒，那个我能接受，但是吧，千万别酗酒，剩下别的要求啥没有。哎呀，薛叔，辛苦了啊。先生你好。你好。那个我是红娘小薛。薛延龙，72岁，离异，月收入3600元，居住地长春市范家屯，住房面积50平米。我这卧室我就自己一个人啊。那这屋咋连电视都没有呢？人家走了，完了还要买。我说现在我就我自己啥意思啊？就玩主机。人家走了，谁走了？搬走了，完了我才搬过来。我买的房子，啊，这房子是新买的呀？新买的。啥时候搬过来的呀？搬过一个多月，这不是刚整，基本上就绪。反正我也盯回长春回家。那你原来在哪儿住来着呀？就给长春来着。嗯，原在长春还有房子啊？还是我儿子都在那边，姑娘儿子都在那边。就是原来住儿子那儿呗。对，跟儿子他们一起住。对对对对，后来完了不太方便，完之后我寻思孩子那边买房，我就过来了。有时候看看手机，玩玩头条，看看，锻锻身体，喝点茶水，剩下我就外边走，我总外边流浪，总走，一天哪天都20多左右华里。啊啊什么？20多里一天，一天走10多里地啊，10多公里。以前我跑10公里啊，跑20多年。10多公里得跑多长时间呢？一个63分钟到65分钟，那都有数。现在不跑了，这腿右腿有点稍疼点，黄毛眼。那你现在平时都愿意给这玩这个，到外边踢着腿，伸着腰，外边2个来小时连走，再倒走。这哑铃操，这是一套操啊！这是多少斤的呀？谁知道这多少？我儿子给我整的。我看看它多沉。哎妈，妈挺沉呐。嗯，就往那么点儿。这是一套操。我天天做20，做3组，3组60，这玩意都得论组，科学点儿，那臂力呗。这多少斤的这个？谁知道多少？2000克，这是2000克不能吧？2000克哪有这么沉呢？看着你玩好像挺轻松的，但实际上总玩儿无所谓，感觉可沉了。其实玩这个吧，俯卧撑这挺好啊。这个网上也说了，要能做40个俯卧撑，没有得心脑血管病。俯卧撑我可一个都做不了。他那一般都给地下做，我不愿意给地下做，我就这样做。哎呦！3、3、5、3、6，我一般的做36个，一般36个，对。他一般正规都给底下做，这个压力不超前吗？这腿高啊。这个应该是比在地上做更累吧？对。天天都这么练吗？天天做，我感觉都做不了。我一扔4、5天吧，就费劲了。经常锻炼，他这玩意儿就像有瘾。玩了觉得怎么的？舒服。当你玩完了，我今天又赢了。反正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咋的了，就像病态似的。中午吃完了吧，给饭店大酒大肉的，吃完晚上还吃还馋。比如说我现在晚上我吃点啥呢？哎呀，他妈好多天没吃鱼了，炖条鱼吃。真的，我这时候一说炖鱼，这嘴就馋了。我跟并不咋讲究什么煎炒烹炸了，真的。你比如说我大豆腐，搞点白菜，完了搞点肉一炖也挺好。干豆腐搞肉一炖我也挺愿意吃的，但必须得有肉。有时候不愿做了，上外边吃点儿，谈啥就吃点啥了。比如说一，要煎条干豆腐，4碗大米饭，这不也挺好吗？我得馋肉了，完了就来个肘子，那一肘我利索的。所以说，我说我就比较馋，我用啥就满足呢？今天晚上，比如说我馋大豆腐炖点白菜，搞2两肉，喝着3两酒，吃美滇的腊蒿，我就满足了。我今天又赢了，真的，我这就赢了。比你吃八个菜吃海鲜也不一定压抑那个人，就这么事儿自己又我今天活得挺潇洒挺高兴的，那我就这么活了。
东走西走的，有时候到出外旅旅游，原来没有伴儿就自己去。南方的有几个城市我都去了，广州、深圳、香港、澳门以前都去过。现在我这不是今天我就准备要走了，他也不让我自己，不让我自己走，毕竟年龄大了。没事，你玩玩啥都够了。你假如说那皇帝皇宫里最好的吧，被你放那块儿，你放半年以后也感觉都没意思。人其实没有知足的时候，人其实就这样贪，在哪块吃点糖都没意思。想玩玩，这一生当中我就是玩玩，条件允许的我就玩一玩，对不对？完了之后心里头这个死的话也不屈就行了。我找一个吧，我跟你说师哥，年龄吧相仿一点的，条件一般条件就行，最好还是上班的吧，有点工薪的，就是有退休金的。有退休金的，对。完了之后吧，身体比较好一点，性格好一点。这性格不，当然不能说温柔，挺大岁数说温柔就庸俗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不该发脾气就不发脾气，对不对？能这样就行。好话会说，好话好说。哪怕真的，我做饭呢，我买菜呢，那都无所谓。真的，就那意思，俩人能躺在一起来，一起吃点喝点玩玩，一旅旅游，条件允许了，吃点喝点唠唠嗑，陪伴后半生。真的，我就这么想。老板，给我们开门呀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姓薛。啊，薛哥你好，你好，我姓刘，我叫刘景芳。来，握手。我看着你，我不想瞅镜头，我就想看。我说许多天。挺好，长得也行，有心动的感觉。他要同意，我就同意了。他个儿、身材都行，就是长得咋那么老，反正还算行。你也看着个儿了，1.68米。这我还是那个光脚丫呢，如果也是穿鞋的话，那就是1.72米，我1.72米，咱俩比比来，哎，是吧？还是比你高。咦，还虽然说的非常显个，但是还是输高。那得我1.72米，人家1.73米呢，超过了。到眉毛这儿，那挺般配的呀。体型挺好。我145斤，但是我一点都不胖。我150，穿这身将近150，不胖。脱了，脱了，展示一下。你看看胖不胖？行，挺好。不胖，嗯，就这个两边没有那个，就那个赘肉没有。给你看看，这身材真好，体型挺好。一般这么大岁数，前面梳的这都挺大肚子哈，完了两边赘肉哈，前面往那一坐，三段腹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还不猫腰。哎，一站那块展示半天，你啥也不说，坐那块低完了，不是低头那阵吧，我不知所措，不知道怎么做，一句话一个动作说黄了我，所以说你这玩意还得谨慎点，还得谨慎点，还得试探来。我喜欢文艺，爱唱歌。其实文艺特别爱好唱评剧。对，是。我还挺愿意听歌。但我不会唱。唱了8-9年了，退休以后了，完了吧，我就唯一的爱好就愿意唱。我爸没有音乐细胞。但是我愿意听，不是那个没有琴师啊，谁给我拉？唱一没有琴师，清唱不好听，不好听，不好听。哎呀，你就是吧，俩人干啥不好听太好听了。你要是唱，我也得站着。没事，你可以，你观众可以坐着。那个，还是陪陪你好。山川洋流，黄莺唱。一碟黄蜂采花香，好不好说？好，京剧是我们平常嘛都习惯了，哎，一出来说先有音乐细胞，先亮相，先亮相，往哪一站，从来都是没有就这么站着，都是。性格挺好，我喜欢这样的性格。刚才他搁那嘎唱歌，我都想陪着唱了照一下了。后来我一寻思，别太放肆，一寻我瞧完这人挺干啥的，不自重的，我就没敢。真的，要是干啥的话，不喜欢那就是该说啥、啊、说啥、啊，完了之后就拜拜吧，互相。你不弄事吗？虽然他吧不会唱，他是我第一观众，是我第一观众，那我就挺满意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就你喜欢运动，是不是？那身体就相当不错了，这个是挺大毛病没有，这个沉，这舒服可沉，总玩的就不沉，真的，我这玩这个，
这个我挺擅长的，我一天整60。这一个能有多重？这一个多沉？谁知道多少？我儿给我买的，拿过来了，我也没腰。举不了，我就这么拎着行，那往起举举不了，太沉了。你这个年龄，你还能俯卧撑吗？俯卧撑还行，往坐着展示。你问到我是不是拿手项目？对，这必须的。你让他唱，他不会呀。人家说了，做40个俯卧撑的人不再得心脑血管病。嗯，展示一下。好，这胳膊得绝对是臂力。咋样？厉害吗？多少个？他说12个，13。还差呢，我差不多行了，行了。20。刚才都做40个了。刚才在屋做40个。是吗？啊。哎呀，那行了，可别累着，别累坏了。身体行，指定是身体没病。不的话，那个做俯卧撑都是年轻人做的事情。打麻将会不会？会，但是我不经常玩，我玩了把过过瘾，输了我就不玩了。上那个麻将馆去玩去，还是跟？我就回老家玩，我家黑林子离这很近。晚上3天2天呢，输了我就不玩了。其实我心里有点，我不喜欢打麻将。就这个打麻将吧，我就寻思吧，就是他对身体指定有害。那天呢，给那麻将馆坐着，烟熏火燎的，完了那赢了也高兴，是激动；输了也激动，对身体还是不咋好，尤其老年人。哥，我那个对这个打麻将吧，就特别就是反感。对，反感。你说这吧，能啥吗？能不玩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就这个你不说，我注不也要不玩了，因为你眼睛。和那个应变能力、大脑反应能力，你照人年轻人玩差老了。一般球员你玩不过人家了。你做这个我接受。放心了，这个就是他做到了，我就高兴了。这可看出来了，薛大哥是真相中大姐了。刘大姐也觉得他单身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又找到被人捧在手心里的感觉了。两人决定处一处，再互相了解一下。薛大哥说了，碰见这么心动的人，他可就化身为一个粘人精了。你别想我就行。不能，爱还不来不及。长得困难点，眼睛不大点儿。行，眼睛不大能看着我就行。真的。